哎，这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花经理。啊，小邓来了，今天想找你帮个忙。哎呀，经理，这你找我帮忙说就是噻。这不我侄子没事做嘛，能不能安排一下？哦，这不快过年放假嘛，这现在活哎都在收尾耶。明年的工程。我这边缺个那个办公室吹空调的。小学没毕业，坐办公室合适吗？哎，没问题的，就是每天过来刻两个小时瓜子就行。哦，那这个可以，那我就放心。哎，大可放心，经理。哎，你这边工资哎，大不了。行吧，哦，经理，这推荐你玩这款呢，升级就能领福利的游戏，这明年的项目哎，还希望你帮帮忙哎。这不是什么骗人的氪金游戏吧？哎，经理，这你点左下角链接进入专服。这新用户上线就送88，这我这还给你准备了礼包嘛，这2000块钱轻松秒到账。你看这项目的是，哎，小事，有的活还多啊。啊，谢谢经理，那我先去忙了哈。哦，经理，这个我咳嗽，不抽。不抽是吧？我只剩这一包了。那我这条也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太谢谢了。那经理没事，我先过去了哈。好。